推动内阁制，这不是效法柯文哲哈、哦，我们早就主张内阁制，就知道内阁制还是比较稳定的哈、哦。那而且既然柯文哲也提出来，将来他是要谈理念，就理念这样，我们也支持内阁制啊。没有，现在还在研议，只是考虑到个人能够在这次辅选阵容中扮演什么角色，我们全力以赴，并不在乎职务。